我们现在准备出门了，拿鞋走呢。嗯，就这鞋穿还稍微舒服一点。我的脏鞋。哇塞，一股凉风。嗯，好香啊，这旁边又在洗衣服。他洗发水不是洗衣粉，洗衣服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么香，闻得很舒服。嗯，我们俩今日份的穿搭，昨天在店里面被热到了。嗯，干两件在里面穿一件短袖。哎，怎么是个倒的？我们俩昨天在店里面快热死了，所以呢，今天一人在里面穿了个短袖，穿个卫衣。但是像这样子穿腿好冷，风吹的。正好锻炼好腿的免疫能力。太锻炼，不怕到这脑袋风死。嗯。外面太阳还是很大的哈。嗯。今天我们俩没吃的了，家里啥都没有，快饿死了。呀，去店里吃呗。看呢，一只小松鼠。看一只小松鼠这么激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们刚准备开车了，脚一抖，这么激动。我们快到了，还有五分钟就到了。是这边好像是在做活动吧？搭那种架子，还是那棚子？是吧哈？今天感觉早到了一点。Go past this light, then at the next one, turn right. 以往就是我个人部分好像就是往嗨街这块地方走，一往这个方向走呢，这块区域就看到破破烂烂的。嗯，房子啊。人多了还是？我爷爷是。嗯。看没有，我们已经到那个店的附近那块地方了，还有两三分钟就到了。今天估计只能输在停在那个付费的那块地方了，因为今天扫街。但是他有一边不能够停啊，是哪一边？我知道哪一边。嗯，不要告诉我。嗯。今天是星期几啊？今天星期四。哦。明天另外一边不能。明天就是我被拖走的那边不能停。对。就是因为就是印象太深刻了，所以说我知道哪一边。今天你可以停在你被拖走的那边。明天就不知道。明天你就不能停在你被拖走的那边了。上次不是就周五被拖走了吗？那个车肯定会被拖走的。哎，我心好坏。你看那个的，这上面有牌子。我跟你讲，就平常是，不过在这儿也有一个好处，等于是交选之后就知道平常开牌了。我们俩最近老是不开。嗯。现在天黑的比较早，而且在这个店里面的温度很奇怪，后厨的温度非常高，对吧哈？然后呢，前面的不是后厨温度稍微低一点点，后面那个后门打开之后，外面因为外面温度比较低嘛，然后店里面温度超级高，主要是那个对，啊，这个地方看颜色就挺好看，这外卖的单子。这个是原味奶茶，这个是奶绿，这个是荔枝绿茶，这个是黑糖原味奶茶，这个是蜂蜜乌龙茶。我们今天学聪明的，然后在卫衣里面穿短袖，因为外面
外面太热，我还穿的卫衣，因为我还没那么热。怕我被油锅给炸到哈？不会的，你先吃吧。嗯，我等你，等你，我俩一起吃。然后这一个是我们俩的青菜，这一个是那个牛肉炒的，然后里面加了很多那种配菜，我喜欢吃的。然后嘞，看一下，太好喝了，一人一杯奶茶，然后呢，一份一荤一素，一份饭，一份米饭。然后俩坐在这地方吃，每天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吃饭，不知道吃什么。这一个菜是西兰花加牛肉炒的，在杂货铺里面吃饭的晨晨。可以把我这样子拍下。啊？可以把我这样拍下。晨晨说：“我天天把他这个样子拍出来，不高兴了。”嗯。我也开始吃饭了。这一个就是虾炒面，对吧？哈，嗯。这一个是叉烧包，这个是白菜猪肉水饺，打包。猜一猜这黑不溜秋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一个是晨晨烧的开水，然后呢，在里面兑入了那个原味汁，对吧？哈。嗯，锅里面已经煮起来了，沸腾起来了，然后晨晨在前面再弄那个淀粉，然后我在后厨把这个东西给搅拌一下下。哎呦，现在倒进去了这个白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买单子。这个就是我们今日份的晚餐，然后一份排骨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想吃青椒，所以放了几个虎皮青椒在里面。然后这一个呢是西兰花加牛肉，我感觉这个虎皮青椒我很想吃，排骨我也想吃，盛饭去了。哪个？那一桌？啊，我收了。我收收怎么干净嘞？我收的。哦。你盯着我干嘛？咋了？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天已经黑了，因为今天都没怎么拍，嗯，因为今天感觉都没怎么拍。你不要碰那个水吧，那水上面我昨天那水上面我放了蛮多法式。我知道，我上次已经跑了。好了好了，啊，这边要挺好的，晚上擦一擦干净就差不多了吧。主要天天拍自己做奶茶，然后呢，时间长了之后，我的奶茶呀，还有中餐呢，然后拍来拍去，我自己都已经快拍疲惫了。生活嘛，每天都做的事情，拍一下记录一下。跟楚辰两个人今天穿什么，对吧？哈。
然后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子，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对其他的就是比较帮助我们两个人。然后每天拍自己做奶茶呀，或者是因为我今天没怎么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后厨在帮着打杂，在干嘛呢？就在切菜，切菜打包啊，是吧？哈，然后不太想把后厨给拍出来，因为美国的中餐馆后厨都比较杂乱无章，然后看着就像那个就杂货铺，就光线又不好，而且环境又差，对吧？哈，你跟我说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不太想拍后厨，就这个原因。我们奶茶店的光线也很差。我们到外面去拍的话，这人看着就会好看一点。但是在店里面拍，就整个人感觉好像在视频里面的话，那个颜色有点暗淡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9:30开始做清洁，对吧？当店里面有顾客坐着吃饭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清洁干净了，就外面没有清洁，因为我们店里面有顾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坐在这个地方，我就蹲在这个地方就等着，守着时间。然后当他走了之后呢，我就会觉得。那你像那样说那边，因为我想早点回去，我头发好像最近天天都在奶茶店里面，然后呢回去的又晚，然后我头都没洗，今天都已经周五了，是不是？我都已经连着来奶茶店来了5天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说今天想早点回去，然后回去了之后洗个头。终于可以拖地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晨晨俩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，没有到10点，就是不到最后一分钟，店里面有顾客，我们俩不太习惯把别人赶走，是不是哈？那肯定不好，是吧？哈。就那种感觉不是特别好。垃圾还没换呢，今天。你无时无刻不在展示你的力量。是吧？你吃到，吃苦耐劳是美德吗？你那个吃苦耐劳是美德吗？怎么说呢？算是吧。上面说吃的苦的人有吃不完的醋。这个垃圾袋有点小。但它很结实。还有一袋垃圾。外面干嘛？我看外面有人啊。有人也不接了。每天得吃到多少呢？好，你把机器关了吧。好，先关机器。这个已经关了吗？没有呢。对，千万把我衣服给你拿出去。
每天关这个咖啡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它第一下出来那个水是水柱，而且温度特别的高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等它放气的时候把外罩穿上，外面温度可低了，说明店里面温度高，外面很冷。等这边放完气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嗯。来，最后再摆一个 pose。这里拿了一杯奶茶，喝了三次上车。嗯。好。看一下今天的日期。今天是10月10号，然后现在已经是10:06了，然后外面温度很低，所以呢，你看路上都没人走了，我们门口都没什么人了，对不对？嗯。200。晨晨现在正在穿衣服，等他穿好衣服了之后，他已经把咖啡机给关掉了，对吧？哈。怎么啦？啊？你摸肚子干嘛？然后等他弄好之后我们就走了，一人一杯奶茶，拿吸管，拿个吸管，拿两根吸管，我们俩一人一根，一人一杯奶茶，我们现在就准备走了，现在已经10:07了，走。嗯，帮我把奶茶拿一下，走吧。我包呢？不知道。哦，我包在这里。外面冷不冷？可能里面温度还高了点吧。啊？可能里面温度还高了点。油光满面了，走呗。昨天的时候还在说那个地方，麦当劳那地方流浪汉不见了。啊。那前面现在又坐了两三个大哥。是吧？就快走吧，别。明天的明天的时候你听，还有月亮，那有月亮哦，看到了。好，今天一天又完美的结束。小心垃圾桶，你都快跟垃圾在。好了，我好想在这条街上大叫一声。你们被抓起来了。啊，你离我远点。走呗。嗯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。周边这边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的。车上路上车也不是很多，是吧？嗯，现在都已经10:00了。10:00。等我们到家的时候又快11:00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今天要洗头发是吧？是啊，我今天得洗个头。但是我头发那个发质，就是发尾有点干燥，然后呢，我得在发尾敷点东西，先洗完澡之后再洗头发。嗯，是不是？把你头发吹起来也比较容易干，是吧？对啊，头发也好，还有脸也好，好像就是你要花时间。嗯。